席开了，可以开始了吧？一场斗，可以了吗？哇，你这么快哦！来，来 ，Action！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盗马记》腾讯首映礼，我是主持人兼主演陈慧琳。影片主人公围绕一批谢的古董堂上彩，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冒鼠游戏，可谓高潮迭起，悬念重重。同时不乏梁家辉与陈慧琳的情感纠葛，最终上演了一出两郎年年恋领娘，伶娘年年念两郎，两郎念伶娘，伶娘念两郎，郎念娘来，娘念郎的精彩桥段，欢迎大家在3月21号到电影院与主演们共度最美的夜晚。你娘，你娘，你娘。